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也吸下。拳皇挑战嫌弃媳妇吃的东西。把你也开吃了。啊、哦。今天乐屯这路边美香油看着挺好吃的，你帮我尝尝好不好吃？一百百，不好吃。一百百？你还表乐屯凶我是不？不错吧？贴不贴？吃不出来。吃不出来？那我得尝口。还是不贴。看不听啊！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明白了。那你搞这些干什么？什么营养啊？你把我吃的橘丢了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不是，我那鞋我就那个形状不好，我喜欢吃那种形。你真牛逼！你真牛逼！真是个赞客！你嫌弃我是不是？嫌弃我的口水？因为我有80小度眼动性和度啊。不用80，橘精就行了。嫌弃我哈？哎，那我让你嫌弃，嫌弃一下。不嫌弃。看你一天天的，一天不打扫房间哇！你见他恋爱的时候，我吃过的东西都藏着吃，心里多好。我吃过的钱给我揪掉了，真是的，膈应我你。你还吃？你还吃？我看我今天不揍你哈，你今天都送死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不该了。哎，你不该的时候，我看你挺阔气的。吃了，嗯、给我吃了。别吸下。哇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寻思弄咋了？你吐错了什么意思？那饭我寻思弄咋了吗？弄咋了？我吃什么？吃了，吃了，饱了，你也得给我吃。一边说不嫌弃，一边我是给我往外吐。下回一定要吃。不行。大米呀，我精力不足了。一个人。